都跟老师相处在一起，无时无刻吧。我是卓冠杰，是国际国跳选手。法令纹可以刮深一点。啊，他这个后脑勺收下去，他较袂后边看起来敢若四角形。哦，拉出嘴巴的形状，哦，让他有个威严，然后再勾出他的下巴。没关系，做不起来，你的脸部的比例就会有点会差了很多哈。目标吗？就是我们老师要带我们去的那一场德国比赛啊，那就是我们努力这些年的目标。就是给自己的肯定吧，没有成为什么，这一直完成大概要两小时多吧。啊，平常练习的时间呢？有一两只吧。一两只，大概就四五个小时吧。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成为阿嬷的骄傲。你觉得阿嬷最难掉的地方是哪里？也桃毛吧。面容神韵呢？神韵吗？爱困眠呢？因为他，那就是爱困眠啊，好像跟我一样都睡不饱一样。因为家里只有我。现在做什么？我要用那个。我改成一些糖。自己设计这个。啊，这个刚对啊，这个自己弄掉了。妈，你爱干嘛？爽快。哇，谢谢他啊！我直接把这只盖了。直接把这盖啊？啊，我无老师，手无老师。手无人。手无老师。哎，人要等啊！我打电话讲我有十八岁，我要吃啥？哎，知影我爱吃啥，去买啥。哎呀。要等人不知啊，伊生气呀。嘿嘿嘿。伊生气呀。伊讲我要买买东西，你唔知啊？我当时都，你讲真枵啊，啊都唔知，我拢唔知遐济啦。阿妈爱食啥？阿妈都吃那个，他喜欢吃沙拉，就是迄凉拌的，凉拌类，吓，伊较袂爱食，做淡咸的。我礼拜六是几乎都要去跟正头啊，我礼拜晚上回来我都没睡觉，我都在这边陪我妈，然后陪到出证时间到，然后再去出证，每个礼拜几乎啦都是这样，也没有玩的时间。学业和家里经济双头忙，却没有影响冠杰孝顺长辈的心意。阿嬷花白头发，见证了她十几年来独自抚养孙子的辛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比赛的得奖事迹。孙子的优秀是安慰，反之在监狱来去十几年的儿子，却让他牵挂，夜不成眠。这一次还要抱着期盼吗？哈喽。Hello。小妹来，请你吃，哥请你吃饼干啦。哎，来，谢谢师傅。哦，你可以，啊，你可以，来，你也用，来。这组回来，你感觉有这个个性方面有改变吗？哈，
希望啦，是，但是我嘛也唔敢确定啦。哎，哦，要哎，要细心嘿。哎，你爱加，你爱加加油，你爱你爱加祝福，加加油。你相信我啊？一杯啦，吼。我只认做我家己，我袂过好命啦，妈要改变啦。妈，别烦恼啦，我有需要出钱的，因的帮衬哦，我一定会重新站起来。我即摆嘛正常上下班啊，吼，我袂死过去。我去倒位，我拢会甲你讲。你出去免烦恼，我甚至要创啥，我拢会甲你讲。你免惊啦，我遐歹朋友找我，我拢未佫介念咯啊。我参电话，我嘛无留好人啊。来日子无长啊。所以我会陪你啊。啊，厝咱即摆，你相信我，我甲厝改变哦，较舒适个，啊，互伊两个囡仔倒来，莫安尼啊嫌嫌我无位通住安尼咯。你那边那阵我唔敢哭，我都是惊出来，我都有点惨。嗯，你莫搁哭。你莫搁安尼艰苦了，我跟你讲，妈妈，阿豪的妈妈嘛是阮的妈妈，袂啦，伊这回我相信伊会改变。哎呀，啊你爱给伊力量，啊我嘛会做伊甲陪伴，我袂放啦，只要伊有心，我绝对拢袂放。对阿豪的妈妈来说，她衷心期盼的是希望阿豪不要再走回头路，有一天还能够共享天伦之乐。其实更生人能不能重回社会的轨道，很大的一个关键是来自于社会的支持度还有接纳度有多高。就像阿豪说的，能够把他拉回来的不仅仅是给他工作的老板，在他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贵人，而其中的一个贵人就是他。你好，你明天谁不你都感觉很助威哦。你要几杯？老板，我一杯杏仁茶。要一杯杏仁茶哦，好，来。啊。要炭烧啉哦，啊，寒天过去更。谢谢老板。好，谢谢你。嗯，在一般人的心中，对更生人普遍存在的怀疑还有不信任，都使得更生人在出狱之后很难再回到社会。你这有什么配方吗？你这个是那个。比例的问题啊，就是粉跟水啊的比例的问题。其实这个一些杏仁粉本身，它就用比较高级的一个粉，所以直接用高渣比的，古早味，够力更。师傅。如果想要学的话，我们可以教他，啊，包括帮他创业，啊，让他们一家能够温饱这样。因为社会上的接纳程度，他不一定会让我们去工作。你好，哎，你好。杏仁茶大杯一杯。要大杯的哈，还要加油条吗？不用。不用哈，好。我们自己。小型的创业，这五块十块的生意，其实这个铜板生意真的可以做，只要能够养家活口知足的话，一样还是可以生活。加四十块，哎，来，小心啦，好，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拜拜。啊，以前都一直在被关呐。就像你会做沙发也没有用啊，因为你赚的钱都花在毒品了。啊，我也没有想过说我会成家立业啊，而且还可以做慈济，还可以让那么多人肯定。就是类似这样的夹层，就是比较神圣。好啊，这个也是双层的，然后这一个800。一开始我就问他说，那你到底关过几次？他说一次两次而已啦。然后在认识久一点的时候，又觉得好像不太对，又再问清楚，你到底是关过几次？3次4次啦，像慢慢的增加这样子。
然后其实我后来发现，我们相处之下，哎，他没有以前的不好的习气。人的一生当中真的很难去想象，我过去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想过讲，我开包包店，我来卖腐肉丝啊。我接电话，我可以接单，所以让我的压力可以减轻啊。这个是我个人的部分，这个也是事实啊。没有经济上的来源，我真的也没有办法这样四处去跑啊。一部分就是说将10%的英语留给我们的同学。我唔敢讲，我过了最好。你讲，你问我讲，我有幸福无？我绝对有幸福，因为我们很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。是来，你打，意思这边，意思啊。我要将，我陪伴受刑人还有更生人，他转变的那个过程啊，将用文字记录下来。他们并不是，就是无药可救，只是说缺少社会上每一个人的一个关怀，是人性本善，就是一个善念跟恶念哈，啊，跟着善的人、善的团体一起哈，那生命就是往美善的方向去走。喂，哎，咱礼拜迄个环保日，爱记你来哦，吼，爱记你哦，好，礼拜天见，拜拜。阿姐啊，来，讲阿廖姐来。早。师兄来，预备。好，边后面越好。好。哦，谢谢哦。还有，还很需要你。哎，这里吧。对，因为现在有时候车子一进来哦，四五台啊，哎，那都是爱前后后带你，哎，我因为一外吼都爱接赶紧的。啊，这里吧，不要紧，这里啊。啊，你要等以前，你看清楚，慢慢来，不要紧，你头下该来吼，较无熟悉，不要紧。按打打款，你要丢哪一桶的话，你要看，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我就问我们来师姐任务嘛。我现在好。按家里身份证特殊哈。我报道的同学啦，报道同学，他们很热心啊，伊嘛拢足肯做啊，我拢甲伊讲，伊就拢会晓啊。弟弟，你帮我一个忙，那边的给我妈妈推进来，你脚下的。能推的就全部用扫把好吗？这样很吃力，那边有扫把。慈济永进环保站从2011年起就与地检署管护所合作，在每个月第二个星期日，让假释缓刑和受保护管束的朋友到环保站做社区服务。假日辅导来。慈济的这个资源回收站做的话，它也是一个辅导监督的一个机制，可是它的层面会转比较属于社区的，让它比较有柔性的一个感觉，不会说硬邦邦的在我们地检署很自私的。啊，我你赶快摕迄个扫帚，你要倒扫一下，要扫帚。我来要十年了嘛。已经是天中环保站，啊来，大家要十年了。我是杀人案，对方嘛，贵姓的，我妈妈
来甲我看时，我知影讲，阮哥哥伫厝诶，就哭甲跪伫涂骹啦，讲，哦，我这小妹判无期诶，可能是爱死伫监狱啊，无法度转啊转来啊。伊哭诶是，意思讲，我无法度去适应着迄个生活，我过去做过着较富裕诶生活啊，要去面对无期诶是要哪去面对？过来，过来。我拐做三年啊，我嘛是倒转啊，然后我搁报到十年，你慈济做环保十年当中，我已经是23年搁两个月啊，哦，我到9月份我嘛是提拔啊，啊恁就是看我安尼，啊恁就是爱忍耐，只要我呐只无放弃的这个人生吼，你像慈济嘛有发挥的所在。我来遮欢喜做，我拢甲同学讲吼，咱来遮做好事吼，啊，搁会当业绩家己的业绩，啊，来一个月就减一个月报道。李先生，大枝头的性格。我也再讲下。系啊，啊，你一定要一个安尼啊，无你环境无大整理出来。啊，搁会照顾吼，拄啊来的同学。很放心啦，他是我们。我觉得我最放心的一个师姐，我拢叫阿姊啊，啊，家己的亲阿姊啊，那嘛是你带出来的，还有两三年了，就是环保站很多人都有陪伴的，哎呀，但是缘比较深的，你弄也要。讲了拢会知就对。嘿，爱跟讲讲吼，你若袂晓，袂使乌白等，嘿，啊爱问。师姐，这太阳了不？还好吗？还好，可是还好。我们先从到达来，来紧，哈、哦。咦，看虽然讲看垃圾，但是拢是宝。你也要分哦，拢是宝。跟你同款。哦，哈哈哈！你很甘甜。跟你同款。对啦。你感觉安尼陪伴有效吗？有啊有啊。相当有效。伊有，这条伊嘛有效，我嘛有效。诶、欸，我伊会想讲，诶、欸，我呢，伊安尼解构，有一个师姐，有一个阿姐，安尼看到我才有气，哈、啊，哦，我爱如何，啊，我会欢喜讲，伊做较好，我也甘心，我搁做较好。真个得志，阿唔同我讲阿姨。好，来各位师兄师姐，来大家请起立。来，我们先问序，好，来，请合掌。妈妈，我回来啊！妈妈，死了！妈妈，死了 ！Oh my god！ 阿爸还乖啊，阿爸还乖啊！就如戏中演着的剧情，只要有心悔改，一切都来得及，不嫌晚。对高照阳来说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他能够透过影像还有文字记录，来帮大家这一路走来的足迹都能够留下来。因为这不仅仅是跌跤后再爬起来的见证，更是对还在高墙里的受刑人来说最大的鼓励。高阳师兄，哎，你在忙什么事情？哦，我现在在回信啊，在回信。嗯，哦，我看到你书桌前这么多的来信，都是最近收到的。对，所以你每天，我每天，都要趁工作的一个小空档，赶快回信，不然同学在监狱里面哈，他们写信出来很期待我们赶快回信。光是这两个礼拜，你的书桌前就这么多信了。对，哎。每个月的这样子的来信啊，大概会有多少个封
应该最少还有10封以上。其实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跟寿贤同学，然后这样的书信往来，应该也有超过3年的时间了哈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些书信你都留下来吗？有啊，有啊。要不要看？好，在这边哦，都在这边。哇，像我都有分门别类放了，就是花东地区的我就标注花莲，彰化地区我就标注二林监狱，还有云嘉南地区、台南、高雄地区的。哇，才3年的时间就这么多哦。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哈，就是这一封一位求助无门的更生人来信哈，就让我最感动。怎么说啊？求助无门，他找不到工作，他爸爸身体不好，是要面临到家庭经济上的问题。他就跟我们说，他非常的想不开，因为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很着急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打电话给他，跟他说我们知道他的情况，请他一定要坚强。而且我们有提报那个嘉义这边我们的师兄师姐，去关怀，而且他现在也是列入我们慈济的一个照顾户。其实像师兄您常常会收到，包括像寿贤同学，他们可能从还在监牢里头，然后可能写信来。除此之外，他们的家庭也会写信来给你，是的，希望你能够提供协助。那是怎么样的状况呢？其实很多父母亲吼，孩子是父母亲的一个心头肉。其实，在孩子犯错之后，他会想尽办法要去帮助他的孩子重新吼脱离这个毒品。所以他们深受在那种苦里面，但是我们不可能说马上去让这个孩子马上改变，但是我们能够做的第一个动作能够做的就是去安抚他的一个心，让他那种彷徨无助的那种心吼可以得到一个依靠。我觉得透过信件吼，让我跟我们的师兄结下善缘，而且我也因为这一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。当我走过来之后，我希望说我也可以借着这一封信来改变其他同学的一生，让他看到一个希望，让信件化为文字穿越高墙。我觉得可以将正面的力量带给更多的同学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封信件，从来没有忽略任何一封信件的一个重要性，我都把它当成是每一位更生人想要重生的一个希望。一笔一画串起的文字，传递的是关心。在网络发达的时代，透过亲手写的信不止很难得，更珍贵的是这一份情感的重量。高兆良师兄他透过写信，希望鼓励和他走过同样路程的人，迷途能知返，不放弃希望。爱不漏接，做就对了。行动现场，我们下周见。Thank you.